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峰教育集团旗下高端子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 SPA 系列之 SPA 课，我是主讲人之哥。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 transformation 下的算子，主要学习如下四个分别是 union、intersection、distinct 还有 join。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峰大数据学习营的 Q 群，群号是24161758，里边呢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讲解。那 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好，同学们，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 transformation 算子，叫做 join 合并啊，合并。那这个 join 呢，其实这个算子呢，其实在其他位置也有很多应用，例如在咱们之前，大家有所接触过类似于 circle 语言，对吧？我们会做 join 合并两个表进行查询。除了这个之外呢，像 have 当中的 echo， 我们也会用到 join， 而且这个 join 呢，会分别像什么这个啊，内连接、外连接、左连接、右连接等等，对吧？那在这里啊，我们 Spark 中呢也提供一个算子，也叫 join， 它的作用呢是相同的 key 可以进行一个合并啊，得到一个统一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重新计算两个算子啊，咱们重新来做。首先呢，我生成两个全新的 RDD， 然后 sa.p 啊，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存一个 list 集合，集合当中呢存储的都是原组啊，假如说叫 sum。逗号一啊，然后逗号啊，然后再小号，然后咱们再来一个 join 啊 ，Jerry 加 RY，Jerry 叫三啊，然后呢，咱们再来一个叫做 Kitty， 然后呢，存一个二啊，存一个二，然后此时呢，这里再创建一个算子，以方便来再创建一个 RDD 啊，方便进行合并啊，和 RDD 进行合并。六啊，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呢改点值。首先呢，在这里我们呢第一个叫Jerry 吧，这个 Jerry 放在第一个位置啊，咱们这个 Jerry 放在这儿 ，J E R Y Jerry 啊，然后咱们给个值是二，然后这个位置呢，咱给 Tom， 咱们给换个位置啊 ，Tom， 然后呢，咱给一个也给一个二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咱们不给 Kitty 了啊，咱们给 Dog 啊，咱给 Dog， 然后给个十啊。然后接下来呢，这里我呢就通过 join 算子 ，join 啊 ，join 算子对相同的 key 进行合并操作，它会将相同的 key 啊只留一个，然后将值会得到一个新的值啊，它会做这种事情啊，比如 RDD 5 join join RDD 6，然后此时记录，它会返回一个全新的 RDD。看好同学们啊，它会返回一个全新 RDD。我们可以看一下 RDD 的这种结构啊，大家看好了，里边是一个 string 外加一个原组，对吧？什么意思呢？这个 key， 这个前面这个 string 类型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 key， value 呢就是后边的这个对应的数值，也就是说我只保留一个 key， 将相同的值留在一起。也就是说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Tom 啊？你看这个位置有 Tom， 这个位置有 Tom， 对吧？那通过 join 这个算子合并之后呢，我 Tom 会保留一个，而将后边的值呢存储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一个 key 对应一个原组，原组后面呢就是原有 Tom 所对应的这个值，它会进行一个合并操作啊，合并操作。此时我们再打印当前那个值 RDD7 点当前 connect， 然后点当前 toBuff。 好，此时我们运行结果查看，好，同学们看好了啊，这里它将我们当前相同的值是不是进行合并？看好了啊 ，Tom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二？这两个值是一样的，进行一个合并，对吧？然后 Jerry 呢也有两个，当前三二，是不是这俩值也是一样的，有一个合并，对吧？相同 key 进行合并嘛，对吧？但是 Kitty 和 Dog 彼此有相同的吗？是不是没有？这位置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对吧？所以这里啊，这个 join 呢可以对当前数据进行一个合并啊，进行合并操作，把相同的 key 保留下来。那 OK， 那 join 呢我们也讲到这里。